眼眉是 Oliver 的 base， 音樂是聽的東西， Live 是玩音樂出來的東西。整個 show 因為你每人最少帶十個朋友入來，還有十個朋友都要買東西，全部人都One Blood Live at the Wall。